PL 的吧？我这剑姬换血月的换不过呀！来了，打野两级直接来，交闪交闪没用啊！你有闪，我也有闪啊！这死了。好，过来放个眼，马老师语应该就扫到猴子了，扫到了，但是知道猴子毙了，哎，扫到猴子不见了。麻辣石鱼要立功，先交别被换，北方别被换，好，必死无疑了。交闪也很难走，你有闪没用啊，人家也有闪，这个闪现交的比较滑稽。好，往前拱，小超梦还能 Q 一下吗？没机会，没到六的，大招被扭掉了。麻辣石鱼没闪，麻辣石鱼锁住了，出血没死。哎呦，老子就不该说这句话。下路肿起来，老子是卡利斯塔，你是哲理，还好最后一个一爆的时候开了屏障，动起手来压力也没有，基本上给不到右边压力，而且左边下路是没回家的呀，没补装备，伤害是不够的，只能反蹲一下吧，对，只能反蹲，想直接动手，哦、先闪现劫劫，还这都要死吗？感觉死的难度很高啊，还真没死，还是没死。虽但上路小超梦这里怎么说，叫一个闪现再拱走，拱走剑姬过来想食，发现自己不会，最后还是日死了小超梦。哇，这波月塔有点经典，感觉是刚刚主要是直接这么进化交的好，解了两个技能。助女想硬来，硬来要被秒了，没有屏障，要记了呀。还好是有一个 fly 走了，绝对拉满，没有进化，有机会，朱女有大，直接拱交闪现，想躲，想双杀，这波好，只死一个人还行。啊，猫咪的头还是啊，还是猫咪的头，但是猫咪头无所谓，猫咪也算是主力，还行，补刀差不多，小超梦还是有实力的呀。对，补刀差不多的，但是唯一的坏消息就是剑姬出完神分之后，小超梦很难玩了，就很难玩了。知道你格局在，再能怎样？因为今天也来，哎，上路准备越塔，下路再推线 A 塔，这就是主播呀。主播对，没办法了，这种感觉就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啊。对，这种就是主播队的不好的地方，队友在中上野在往上走，在别人塔下准备 A 塔杀人了，下路在 A 别人的塔。怎么说明天真找个队？哎，真找个队啊！妈感觉。妈感觉真无敌啊，妈找个队，怎么说真自己组个队，那上去表演几把。不是说当教练吗？肯定不当教练，肯定自己打。行，明天你自己打，我去你们队当教练。你来就行，你直接来。OK。还想二进攻小超梦，小超梦是 low flash 的，不过有大招可以把别人推走，人也可以一起走，有没有角度推？二段 Q 结束。没夺舵，想推过墙没推走。哇，这一波感觉还是要死啊，还是死了呀，没闪了。他想把人推到那个墙那边去，短了。好，放先锋，先吃塔，知道你两条龙对面怎么滑过来了。还好今天这里没大到啊。滑过来清线的阿雷列来了。十叶没死，有闪猫子能不能上车？猫子也死了。这是为什么呀？这就犯了跟德莱优一样的失误啊！勾巴下路在 A 塔中路滑过来守塔，其实也还好，把塔守住了也还勉强可以接受。三条龙啦，怎么接受啊？相信，你是哪边的？有没有可能他们是有战术设计的？想打你个进化，能不能打出来？进化交的有点慢，闪现交的也有点慢，好像死不掉，这都没死，石叶还在滑，小超梦，但小超梦没伤害啊，大招还拱错人了，感觉一个杀不掉啊！哎，这波是怎么没杀掉？进化也打了，应该是闪现躲了猪妹的大招。那在那中下一起推也很难受啊。麻辣石鱼还想找机会，但是发现没机会，队友不在，过来甩大鞭子甩到松了。大招收吸回来，北风交秒表，撞 timing is everything， 不过还是被跑了，滑得很不错。韩千诺到底要追谁？机会吗？导播，韩千诺闪现往前走。可惜全部残了，
哇，剑姬的伤害太重了呀！哎，不好说，剑姬送了，剑姬送给韩天洛了，有机会。北风踢过来，要不要动大龙？猪女找机会撞，撞到格局挡，打完想捅人，格局闪现14条，完了呀，泽利直接被秒了。阿卡丽尽力杀死一个，但是后续被补，不想补你了，要杀廉颇。廉颇也死了呀，大龙没了呀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妈一滴血的阿卡丽不追了，直接去杀廉颇，什么意思、啊？对，可能预判阿卡丽是必死了，两个人都觉得队友会杀这个阿卡丽，结果反而去追廉颇，阿卡丽一滴血跑了。只能说有机会吧，就现在虽然没血的赢。阿乐乐这边被找到，哎、又是你阿乐乐，阿德勒 W 打得很好，挡得很好，阿乐乐怎么还没死啊？完了。还行，十叶送一个，北风还活着，还行，没重伤吗？好像没重伤，兄弟。那远古龙魂了，远古龙魂，卡利斯塔加惩戒2500，随随便便，因为这个版本惩戒是1200。不好说，祈求猪猪人附个体。对，只有把格局换成猪猪人，才有机会被抢龙。但是格局是格局，他不是猪猪人啊！放个眼，两个针眼一放，我有预感，麻辣丝鱼要封神。但是剑姬好像不管人在猜啊，一、知道你家里两个人，这边硬如格局钻不动，要但是折力伤很高啊啊！哦吼，被景天秒了。哦吼。那鸡了呀，没办法挣扎了呀，家也打，剑姬在家里一打二，把两个人全杀了。哎，家不要了，给了下巴赢。我操，北风到结束都是4-0，有没有可能这是战术？我觉得这是故意的，他们只输一把，然后后面的话他反正认识轮嘛，他只要不输很多把就行了，输一把我觉得无伤大雅。有可能是战术，为什么？因为打瑞士轮，可能很多新观众他不知道什么是瑞士轮。瑞士轮，对，是这么意思。打个比方，今天诺莫勒这把输了，他0-1，他的对手只会是0-1的对手。那他再赢了，变成1-1之后，他的对手只会是跟他积分一样1-1的对手，有可能是个小战术啊。因为你1-0，你打的队伍全是1-0的，对手可能很猛。